观国际体育界，竞技之外的团结和友谊紧密地其实连接着不同国家的运动员们。如果说公平竞争是奥林匹克精神在赛场上的目标和追求，那么相互理解、友谊、团结则是他在赛场之外的终极追求。秉承着这样的价值观，来自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运动员们对抗而不对立，交锋而不交恶，在比赛中互为对手，在生活中成为挚友，通过奥林匹克精神结合为开放包容、命运与共的共同体。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当中，生活的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我相信我们能够聚焦体育的力量，跨越历史和文化的障碍，向世界展现奥林匹克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完美交融，传承奥林匹克文化，融汇世界各国的文明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勃发出更大的力量和生命力，凝聚取更广泛的国际共识，成为更深刻意义上的世界智慧。